早晨啊，各位，呢份就系我今日嘅早餐啦。我系用咗啲生菜丝同啲面线嚟一齐煮嘅，跟住就系用面豉爆下啲金菇同埋杂菜豆啦。有杯饮品系檸水檸蜜，我系用泰国圆形一粒粒细细粒嗰只柠檬仔嚟整嘅。本来今日系冇打算做早餐吃什么嘅。因为自己都想不到有什么可以吃，但是当我一开个电话看回自己的频道，发现已经是有300个订阅了。那我是要出一条片感谢订阅了我频道的朋友的。隔了没多久再看看呢，发现已经是有多一位朋友订阅了，即是现在有301个的订阅。在这里再多谢各位订阅了我频道的朋友，多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希望各位喜欢今天的早餐啦，我开始吃东西啦，祝各位 happy 每一日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